艺人奇葩病例大公开。反正我就是到放射科，然后找 X 光。罗罗，罗罗，要诚实回答哦。哎，有怀孕吗？他看了一下，他就说：“你的子宫颈跟你的脸一样。”哎喂，最尴尬的一次是做精虫检验，人好好，怎么可能会精虫不足？那我跟他完全相反，哥宝，我是能力太好，跨过去就怀孕。你跟我讲不行，再怀孕。那你可以骗他说你是。